什么踩脚大会？那是什么东西啊？啊？怎么没看懂？哦，按哦，按。啊，我们这就继续吧。吾辈与物之业的冒险 ，OK。冲啊！哇，挂画。時折僕は思うのだよ、ワトソン。ホームズは物の上に首を振り言った。我々が目にする事件は本当にそれが全てなのだろうか。その裏側に誰も知る者のない物語が隠れ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ハーブティーから立ち上る湯気を追うその夢見るような眼差しの先にはきっとあの雪の日の夕刻の情景が浮かんでいたのだと思う。ブライアロードの歩道に倒れ伏した若い女性とその背に刺さった狂人。ガス灯の明かりが柔らかく切り取った奇怪な事件現場の情景。不可解な姿なき犯人の事件は薄い霧の中静かに幕を開けたのだった。前面这个蟹子的部分，有时候觉得像是在混淆视听的东西，不排除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我是这样想。OK， 又回来这里了。昨晚睡着了吗？睡在哪里？没有，完全睡不着。大酒店是啥鬼？而且那张床到底有几平米大？感觉不搬每个角落都睡过来就很亏，结果一晚上都在滚来滚去的，沉默躺滚床。我先姑且问一下，他们应该是各自一个房间吧？三英镑，对不起。我被那美丽的建筑震撼到，结果不由自主的进去了。Oh my god！ 真的很对不起。不是，这样子很奇怪呢。这样子的话，你来这边是当留学生，然后留学生这边就没有其他东西帮你处理了吗？这个不是，这个是要自己打理的，是不是？呵呵，真的好可怕。啊，你好，我们那个。也许是，也许不是，我没办法确定，因为我不晓得当时日本的政策是怎么算的，也不晓得当时伦敦是怎么应对的，这个完全不晓得。不会受杀毒，眉毛都不动一下。是的，简直是体会到不能再体会了。考试合格了。哎，总觉得好心情好复杂哦。昨天也就是之前那个前面那个案子的部分是那样子，然后大家都就不知道该怎么行走，然后结果这边我竟然被认可了。非常感谢，我成为辩护律师了。新的委托这么快？我靠！不是，我们连房子都还没有处理好哎，这么快就有下一个委托了吗？总的来说，这个东西是你要说有委托是好事，因为毕竟总比都没有委托好。只是这个来的速度有点太快了吧？
是不会。怎么说呢？昨天的庭审我还是无法接受。没办法啊，所以就变这个样子了。现在仔细看才发现他的那个头发后面是两轮什么东西，天哪，柯泽尼梅根达先生真的是清白的吗？啊，我还没搞清楚，但是审判就结束了。死了？哎、欸，没跟达尔先生他死了。哇，他What the hell？ 举证，法庭记录，我的法庭记录现在也只剩这个了。对，没错。这就是哈，有什么感觉？天哪！梅根达尔的死啊，对吧？这三个都是真的要问的东西。究竟是出了什么事了？梅根达尔先生为什么会？是的。那是作为案发现场搬到那里去的。烧起来！哎，尸体！你说什么？溜进马车是想干什么？天哪！这法警没看到的事情也太多了吧！这样之后就有幕后凶手了，他更看了更大的阴谋，天哪！好吧，既然就这样子结束了，感觉还是有什么猫腻啦。可是就目前来讲，也不会有更多线索，而看一下其他东西好了。哎、欸，这个感觉很厉害。受杀毒真的是很会说话。哈哈哈哈哈！太多那个鸽子了吧？世界最好。这样真的是简单而已。
昨天在听取案件说明的时候，其状况非常不利。即便是得到了无罪判决的现在，我还是觉得难以置信。啊嘞，这怎么了？到底？不不不，不是的，我没有那么想。新的任务，沃尔特克斯首席法官刚想说什么？仔细想想，他其实是法官呢。我们一直以来，我们知道的法官不是一直都是那个头一定是秃的，然后下面一定是蓬蓬胡子的那个吗？只有这个法官是目前为止看上去最年轻，而且是样貌也是最不一样的。我刚一直在想说，他是法官呢。刚才意识到，他原来是法官。新的委托是什么呢？我又是杀人案，然后十分钟后开庭吧。他是知道我在想什么，是不是？完全不一样，是吗？他读到我的心思了吗？现阶段还没有死。好好哦，哦，还有整，还有差不多24小时，是不是？明天开庭吗？没什么，我只是有点迷惘。昨天的审判，我作为辩护律师所做的事真的是正确的吗？带着这样的心情，我还能够站上法庭吗？也没有律师愿意接，你们也太多没有律师愿意接的案子了吧？你是准备把这个司法留学生拿来当做是其中一个棋子来用，是不是？就正好，伦敦正好这边要来了一个从那个什么日本那边来的司法留学生，然后让他成为辩护律师，然后顺便帮你们处理一头拉苦的案件，然后顺便把一些阴谋是处理完，是不是？又来，又是这样吗？太多这种事情了。你好，先检查个东西。为什么这个东西跑出来了？天哪！关掉通知。刚不是说还有23个小时吗？哦，安诺，是什么事？怎么这时候提这个东西啊？他想知道这种事情，对吧？34秒内，这个那家伙竟然说，我要学习世界最棒的司法，改变日本的司法，我要见他的意志。还有，在蒸汽船的船舱里，那家伙说过，我有一件无论如何都要在英国完成的事。这个我就没问了，我要等到大英帝国之后。我靠！最后面还要搞这种啊？哇！突然冒出了一个人出现了，你们这么远吗？他居然站在我这么近的地方哦！
不知道，那家伙真的没有跟我说。总之还是先去问问刑警先生吧。是我想多了吗？他好像用很怨恨的眼神看着我。啊，吃什么东西？马铃薯吗？那个打搅一下可以吗？他的那个是啥？哇，像变魔术一样！天哪，看着他一直吃。他没有他的脖，他整个脑袋跟脖子是合为一体的。天哪，那个。今天天气不错啊！哇！这是受伤的脚了。这个实在是对不起啊！吃完了。别人出现，哎呀呀，不好办啊！受伤都好厉害，不是吧？只是因为绅士是不会对女士说这种话才对啊！真的是，托拜厄斯·格雷格森刑警。怎么了？受伤都，他好像对刑警先生的名字有反应了、啊，一定是跟那个侦探有关系的。刷叔小姐，你认识吗？他是伦敦的刑警先生。当然，果然我就知道。哈哈，那本是海滨杂志吧？哼，竞争对手啊，感觉很厉害的样子啊。还竟然在害羞啊！天哪！这听起来也不像是在这不是挺好的吗？这很好啊。指指点点。这刑警先生好像还挺麻烦的，他这只是感觉而已。天哪！那么刚刚首席法官阁下说的案件是，他放下来。虽然不想承认，但的确是这样。又是匕首，
寿沙都小姐的话，应该会用一个寿沙都头结束那场战斗。他生气了，他生气了。行凶后的下午茶，也就是说，现场留下犯人的什么痕迹是吗？什么意思？又来了。那今昨天也是遇到他，然后明天也要遇到他，真的是。哎、欸，啊，头痛。是那个会把脚直接放在台桌上的那个。庄西是法院的死神。啊，多了。巴洛克班吉克斯钦，昨天战斗过的检察官。庄刑事。庄刑事法院的死刑，也就是说，至今为止所有的被告都被判为有罪了，是吗？哈哈哈！哎，怎么又怎么样？怎么花？哎、欸，为什么没有讶异的感觉、啊？那个什么意思？哦，那个梅根达尔，真的死了、啊。那也说的是有理的，都死了，要不然就是有罪，要不然就是直接死光光。还在吃啊？怎么那么能吃啊？该吃的都吃了，该说的也都说了。布莱雅路，去拘留所就可以看到凶手。嗯，瑟瑟发抖。编号是53。啊，明白了，非常感谢。哎，他不会跟我们去，是不是？OK， 真的走了，绝对会让被告被惩治的死神吗？如果被抓的那个人真的是清白的话，在拘留室里瑟瑟发抖不是当然的人，我没办法笑出来。说实话，昨天的冲击我还能够强烈的感受到，我不知道我能够做到什么，但是我想去调查一下，你愿意帮助我吗？呢？那么你也走吧。哇，真有活力、啊！等一下啊，目前为止他们的衣服都还是同样的，他们昨天有没有洗衣服啊？你去了五星，你去了大饭那个大酒店，结果没有洗衣服，会不会有点？算了，我先不想这个东西。先去拘留所好呢，还是先去布莱雅路呢？先去拘留所好了，还没有去过呢，好期待啊！不管哪一项说杀猪都表示好期待是杀回啊，先去拘留所好了。嗯，哇，真的很监狱啊！就是那个传统印象里那个既定印象里面出现那种监狱啊！天哪！
这里就是拘留所，这边也是监狱了吧？这不是拘留所了吧？对啊，也被关进过日本拘留所的。我的角度来看，啊，对，有可能。比木头建的日本拘留所比用木头建的日本拘留所比这里要舒服多了。那个锁看上去很像之前的那个新锁、啊，天哪！听说当事人就在这个拘留所，那里面太黑了，看不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哦，法警出现了，角落，哦，他是角落生物是不是？53号的角落生物，嘛，毕竟，该怎么说，总觉得啦，总觉得应该至少会有衣服可以换吧。啊，的确这是怎么回事？刚刚凄惨的叫声是日语啊，很明显。哦。哇，这个眼睛杀痕！问他，好落魄、哦，天哪！那你是？哎、欸，哦，啊什么？那么初次见面你？王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哇，超级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哦，恢复神智了哎！这是怎样啊？没什么，稍微的被吓到。一年，这是什么动作啦？等一下，上回，沃尔特克斯首席法官说的下一位委托人，想到居然就是日本人。一流的辩护律师，到底到底哦，一流的辩护律师，这其中是不是有很大的误会啊？这是什么综艺节目吗？是那个什么，从远方到前面的时候，会有个保利龙板，然后上面有一个姿势的洞，你要用那个姿势去通过，是不是？我们现在不是在玩这个啊？你不要在旁边打，帮腔好不好？现在不会空欢喜一场。那么还请多多关照，我是辩护律师陈不堂龙之介。他真的是会做这种动作的人吗？的确是挺知名的、啊，而且是超知名的人物啊。举证。哦，不能够看那个东西啊、哦，我可以看法庭记录，我可以看那个人。哈哈，哇，这边有写，这个警官热爱炸鱼薯条，哎，哈哈哈哈。研究英语为目的，被日本政府派来的留学生。留学生33岁，本案的嫌疑人。好，对话。夏目漱石先生，好奇怪的名字啊！
雅号，雅号也就是念牌剧的人的假名字是吗？更为风流的东西。不管怎么样，一听到牌剧就会让我想到日本，让我的心情平不下来。不得已，也就是说你不想留学吗？有所更改是可以理解的，只要不要太夸张就好。很骄傲的说出了这番话，我到底该吐槽些什么呢？太多可以吐槽的东西了。杀人罪行。眼前，也就是说你看到凶手是吗？所以这其实是目击人而不是嫌疑人啊。欸？明明是当事人，却没有看到凶手啊！他到底看到什么东西啊？啊，关于案件出现，唉，烟雾缭绕的黄昏时分，二手书店买的书，赶回被诅咒的公寓的途中，到底有多少东西被诅咒了？绿色外套的人影，这个体态有点丰满啊。这个词不是这么用的吧？实在是很糟糕啊！啊，那是年轻女性啊！窝里蹲属性，啊，不就尼特吗？原来如此，原来是年轻女性。顺便问一下，那个时候。案发的步行道上，除了你们之外，还有其他人吗？竟然是空的吗？那到底要怎么办呢？天哪！萧叔小姐，你觉得哪里不可思议了？但是这样一来，凶手肯定就是这个人啊。
没有，我说什么都没说。看来是我的心声不小心露出来。啊，都没有人看到的情况下，为什么会被逮捕啊？的确是这样。是有什么东西露出来了吗？你是有什么东西遗漏在那边吗？需要诅咒的名推理，该不又是那位人吧？需要诅咒的名推理，那个名推理难道是？爽朗的大笑声。纳格夏洛克福尔摩斯，每个人都以为那个就是那个纳格都是被放在里面的。天哪，白痴哦，这个太白痴了。果然吗？哇，术师一脸便秘的样子，天哪！啊，没有了，那个夏洛克福尔摩斯。在衰呢，想不到这个时候会出现那个名字。到底，这个一大清早就不太平。哎，真的是哦。整菜来说是没有那个的，名物侦探，名物侦探是什么东西？名侦探吧。这时候是什么样的厉害名推理？那个颤抖，然后眼神彷徨的样子，真的是有够像实际上那个人物真的会这样子做的那种感觉。这个因为自己是大英帝国嘛，也只能够用英语了。所以陈不讨也是蛮厉害的，他这个时间点竟然是已经学会英语，然后能够基本沟通中。这，哎，汉够虽小，那个叫我陈不堂君就可以了。习惯了。这个。事实上，我是留学生，和素食先生一样，我只作为辩护律师站上过大英帝国的法庭一次，而且在这个国家的法庭到底该相信什么而战，现在我已经不知道了。并且我甚至不是正式的留学生，怎么说呢，算是代理吧。其实那个留学生的遗物，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那些家伙是什么回事？哦。
树先生，不是吧？能给我一点时间吗？首先我想先试试看我能够做到什么。代理留学生变得越来越奇怪了，这个名称啊，也是蛮可怜的。真的不能调查哎，天哪！好吧，那只好先去案发现场吧。这个地方是这么没有人烟的点吗？这边甚至会有人堆雪人哎，竟然是跟我讲到这个时候没什么人。这里就是案发的布莱雅路吗？这个怎么说呢？他们警察嘛，这是当然的。啊？哎，铁盔吗？哎，他完全是一个小时候书迷，然后到了外国，然后就那个去什么重返圣地的那个巡回的感觉，像那个巡礼之类的。我可以检查了吗？还不能吗？为什么？这个时候这样子的对话感觉有点像是，这个就是英国的密剧刑警吧，这种感觉，有这种感觉出现了。这冰冷的巨人与千里之外的气氛，我想应该不是。还可以对话，的确，看着戴铁头盔的巡警先生，就有一种我在守护这座城市的感觉。哎，叫醒伦敦的人。虽然不知道具体是多长，不过肯定是一个可怕的数字。我是没有撒盐的，你确定吗？
我估计应该是从头到尾都是原味。徒步，这简直是能够让你倒吸一口冷气啊！在有时间的时候，还要进行案件的调查工作是吗？看，有个惨的，天哪！那么东那么重的东西让给我，我也消受不起啊！哦，居然是两天前的吗？那熟女现在还昏迷不醒，在医院接受治疗是吗？熟女，没有办法听到被害人证词是吗？把它放口袋里面。哦，他竟然给我地图哎，哎，可以吗？哦，居然吗？哦，人真好。还不是素食先生的辩护律师。哇，获得了哎，天哪，人真的好哎。的确，素食先生自己也说没有这样提他人。雪地上的那个踪迹吗？这是怎么看到的？你说什么？两个？在建筑上看到的哦，那雾因为雾太浓了，是不是？哇，增加了！所以那个目击者究竟是什么回事？最值得信赖的证人谁啊？我是警察，警察吗？这情况就不一样了。我刚才意识到，他刚刚一直吃的都只是炸鱼的部分，炸鱼条的部分，薯条他一个都没嗑。可以的话，能让我们询问一下看到的案发经过的警察吗？我竟然是可以随便问的啊！明天，你要给明天一点惊喜。是不是不打算让我们见到证人呢？哇，好惨！不是法务助手的我也是这样想的。说起来，那个发现嫌疑人然后将他逮捕的，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吗？这怎么了？也是好像都变了，怎么回事？怎么突然？那个素食先生说的，他说福尔摩斯先生跟大家一起闯进他的房间。这个怎么说呢？很厉害啊！会被当成警方办案不力吧？知道。海滨杂志。
啊，的确可以理解啦，从那个角度看的话会这样子。危险人士。唉，果然没有那么简单啊，警民侦探和警察之间的关系。气得要死。明天开庭。任何一个正常的律师都不会为他辩护，果然是因为检控方是死神吗？唉，麻烦。不知道为什么很久他都没有站上检控席，检控这名字还真奇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才出来，对不对？都是知名的大恶人或者是凶恶犯罪的案子，所以为什么会接这种小案子就很奇怪，是不是？但是这是不是这样的？也不能说这是一个小案子吧。特殊理，要再次站在那个死神的面前。好了，能从这位刑警问到的情报就这些了。调查一下吧。怎么了？收到的小姐突然。那个人是哪个人？那个人，莫非是夏洛克·福姆斯先生是吗？沙杜小姐眼睛明显在发亮啊！的确，硕士先生也告发了福姆斯先生。本案的相关人士啊，的确，但是关键的助手我们还不知道呢。贝克奇，为什么你会知道？书上都写了，是不是？看每个人要冲去他的家，是不是？原来如此，那我们就去看看吧。这刷多热情还没有再次升温。驾马车？想到这么快就要重逢了，夏洛克·福姆斯先生。哦，先去上个厕所，所以会稍微会有几分钟不在。你们可以先准备自己要吃的东西。啊，我估计这一段还要这个调查还要一段时间。所以我昨天先去跑个厕所。
后面回来之后的那个音乐是还蛮大声的。到花 happen。没有可以对话的是吧？没有了，调查一下，雪人，英国人有得雪人，虽然好像有点歪，有围巾，那寒风刺骨啊，我也想要围巾，刚才从那个雪人那里借来了。我知道，而且就算现在借来也只会让更冷，明天为止。有够北气的对话。苏格兰场的警察好像正在看守案发现场，但如果随意靠近的话，下一个瞬间就会被铐上手铐。这个不行，因为已经两次了，我什么都没干，结果手上铐上了手铐。该衰嘞，可以不要这样子吗？受杀毒。我这边还是亮东西耶，对吧？马车，警察马车。少爷，少爷真的很了解的。那就旁边的小石头砸碎玻璃窗吧。不不不，我开玩笑的，不要真的当真啊，拜托。按 B 缓步，这没东西了，放过去的确没东西了，那就，嗯，步行道上还有雪，而大路上则是有很多车轮的痕迹。刚我在步行道上摔倒了，这样的话比起步行道还是走在大路上比较安全。谢谢你的担心，什么东西啊你们？好阴沉的天空啊，那雾也很大，周围都看不太清楚。这浓雾的最深处，能够隐约看到一座造了一半的尖塔。能够在那个时间点上盖完吗？世界最大博览会吗？完全没有概念。那些房子的屋顶飘出了黑色烟。在日本，一般这种温泉才会有烟囱啊。会不会是有房子着火了呢？不过这么大的烟，天光都要变成漆黑一片了。在那个找线索的同时，然后顺便观光嘛。哎，请看这种建筑的窗户。全部都被砖头给堵上了。但是屋顶上的天窗的确是有烟升起的。完全搞不懂了。这边有脚踏车。应该是有人进行了猛烈特训吧，看上去应该是拼上性命的。啊，社会运动，我觉得只是一时兴起而已，那种东西应该很快就没有人会骑了。不是，我并不是讨厌自行车，只是双脚离开地面还是这有多不知死活，陈不谈不喜欢这些。任何人只要踩着高跷摔进河里，就都知道这一点。哎，这是邀约吗？哇塞！人家骑的那个穿着和服是可以骑脚踏车的吗？哎、欸，
好像很多地方已经无法承受这重量，有点倾斜了。正好在这一带都写得特别破旧，要不就是这一栋就是被诅咒的公寓吧。可以的话，希望是又便宜又不是又不会倾斜的房间。所以没东西 啊，所以这边完全没有那个嘛，完全没有就是应该了解的东西在啊。这边居然有这种奇怪的洞。好吧，那既然这边没有东西，那就是直接就。可以增加，可以前往的地点增加，可以增加的地点前往了。真的可以去吗？简直就像是做梦一样。为什么这个特别不一样啊？冲哦，恶魔说我来啦！洞幻用在这里吗？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そこの2階でございます。それでは。どうも。ここがホームズさんの事務所なのですね。因为之前的时候都是前一开始的开头，它才会播动画，结果这一次直接播在中间。有太多好像可以吐槽的东西。这就是福尔摩斯先生的事务所，完全不可思议啊！难得会看到寿沙都的那个的背后的那个样子，还是我没有印象。我觉得发型是这样弄的哦，不从这边看真的是看不出来。怎么样，寿沙都小姐，果然跟小说中的一样吗？那个寿沙都小姐。应该是吧。你们看过，所以没什么感觉。应该有吧。真的？看来，我们的名侦探好像不在。那个，不好意思，人在吗？有什么大案子吗？哦，原来是他过来接客啊。你好。那么你是？不是，桌上不是有茶杯吗？那次好像是，受伤小姐，你看到吗？刚那孩子，波西米亚国王，突然这么长是在干嘛啦？我们听过这个人。把夏洛克·福尔摩斯探案集先放下看一眼呐。果然没错。是吗？我想说桌上已经有东西了，代表那个时候应该是有人在的。福尔摩斯突然不在这样子是不是？昨天下屏的时候出现在休息室的那个女孩，谢谢，特别调和的，什么东西？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这茶有点感觉奇怪。我想说不晓得那个茶杯到底够不够用。
能解解皮的一种香草组合。哇，他也知道，天哪！哎，福尔摩斯君。今天又出去。等一下，我们跟这姑娘昨天在法庭上才第一次见面，为什么她对我们会了解这么详细呢？莫非这也是推理出来的吗？哈哈，他没有自我介绍过。爱丽丝华生，爱丽丝嘛，很可爱的名字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杀手小野突然就结巴了。那个，我是辩护律师陈不堂的日记。嗯哼，怎么他现在很混乱的感觉啊？再怎么说呢，有很多问题得正问这孩子啊。混乱，至少肯定的是东西一定是他研发出来的，要不然的话上面那个这种镜片上面这种图案是没办法解释的。先对话再说，爱丽丝的事，哎，我们好像昨天才见到的吧，在中央刑事法庭啊，法院。那时候好像是您单方面的把巨大的炮火对准了我。哎，等一下，恐怖死了！吉娜被带走。啊，秀逗。嗯哼，好像是的。发明，你说的莫非是这个危险的玩具吗？就应该装个自爆装置的。这孩子说话好可怕。祭司，哎，到底是谁做的啊？到底是福尔摩斯做的还是他做的啊？有点混乱。可能有两个人都有在做这种东西的情况。我想不到那个名侦探还会有这么一个女儿。哎，不是女儿。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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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女仆的工作来充当房租，对，这个大家都想问。十岁，那么爱丽丝的父亲和母亲呢？没父母，有可能。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泡泡面的话，你要不要看看哪个保温瓶，然后去问一下那个 Seven 之类的？如果附近有便利商店的话，问看可不可以借热水。
啊，陈不谈要出名的吗？附近便利商店有点，那就麻烦了那边。所以那边没有像瓦斯炉之类的东西吗？因为如果没有类似像厨房那种可以用瓦斯炉之类的东西，那其实就很麻烦了。毕竟你现在也知道热水壶，可是热水壶又坏掉了。要不要再检查一下热水壶，看有没有有办法起作用啊？斑点袋子，好熟悉的一个名字。哦，那福尔摩斯先生独特的异想天开吧。最新式的打字机，医学博士，说差不多的声音就好像在配音一样。哎，你才十岁啊！实在是好厉害！沙都小姐就好像灵魂被抽走了一样，快笑死！怎么好像一种像那个理想幻灭的一样那种感觉？刚刚的隔离。对了，刚刚的那个，你怎么会知道的？我是刚刚到伦敦的辩护律师，是不是刚刚的故事的部分？对，审判这个部分。啊，这边也，这是换你啊！天哪，不是说如果你把眼睛，他那个镜片里面的那两个那个深色的那个圆点当成眼睛，好像也蛮好，蛮有趣的。怎么换成这个啊？那刚刚到伦敦这一点呢？哦，啊，超厉害的！太厉害了吧，等一下。
啊，真的是插在那边的，天哪！完美。福尔摩斯的那一套我也难免会耳濡目染，对不对？忘记那个要怎么念了，糟糕！哎、欸，日本的哪里啊？多一个。昨天福尔摩斯军抓了一个日本，是吧？入啊、哦！啊，如哦哦，那是如哦。哎，我把那个字刻往下看，变成四声。哈哈，你这样真是很气高、啊。可以断定是素食先生。素食先生说现场没有其他人，但还是有目击者的。啊，反正错了再修正就好了。啊，还是说中了福尔摩斯先生的名推的。但那是两天前的案子，就明天就要开庭，会不会太快了一点？这样子讲也是了、啊。是啊。但这样子的话，我就跟他担心了，素食先生的事。Oh my god， 超多事情。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爱丽丝。我们学习到了很多。对，对了，爱丽丝，福尔摩斯先生在哪里呢？你应该知道，我们想问一些有关于案子的事，还要调查素食先生的案子吗？去公寓看看，还在公寓吗？哦，的确有格雷格森君。粉红色的，就是五仙令硬币和纸片，还有钱跟卡片。哈哈，黑衣人想问的任何问题，你都要回答，明白了吗？明白，谢谢。哇，这起来蛮小的，其实比想象中……啊，我不能看东西。斑点袋子的原稿、啊，我还没有看他屋子里面的东西、欸。这张卡片和一枚银币能够调动苏格兰桥，手握全世界最重的硬币，再次前往现场。竟然带去了、啊，